我们通过烛光记的这个方式来缅怀逝者，期望和平。今天来参加这个烛光记，其实我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，因为这个烛光记是记的300,000亡灵，让大家更要去铭记这段历史，以史为鉴。只有记住了苦难，才能懂得珍惜和忧患。有请东内刚曾女士。